大家好，我们现在位于的是台湾芒果展区，在我身旁的呢是台湾芒果的林总。林总您好。您好。那首先欢迎您参加我们此次的展会。那在这里呢，我们想采访您几个问题。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认为我们整个展会如何呢？我感觉非常好，因为在国内外的一些 buyer 或者一些优良的产品的公司工厂都在这边展，我也希望这次展会可以成功圆满，谢谢。好的，谢谢您。那我们还想问您一下，那我们的参观者在您的展区当中都可以看到哪些有趣的产品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谢谢。因为芒果公司秉持的用艺术的眼光在做音响，所以在音响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外观不是传统一些黑色的音箱，我们是有搭配一些色彩比较华贵或者一些比较现代的感觉，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因为像一般我们的音响会做到一些 Hi-Fi 的，就是把发烧的等级的音响做在卡拉 OK 里面，也是我们全世界我们首创的。但是我也希望说在整个喜欢唱歌的还有华人市场全世界可以共同来分享我们好的东西，谢谢。好的，谢谢。我们也看到我们台湾芒果的产品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别致，相信能得到我们更多人的喜爱，谢谢。那我们还想问您一下，那我们的台湾芒果参加此次展会呢有哪三个理由呢？因为这个展会的最大理由就是说它是一个平台，可以让国内的生产者还有消费者还有一些各省的代理商经销商有一个好的平台在这边做交流，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还有它可以让一些生产者可以把一年的努力成果摊在这里让大家看得到，第三个就是说有那么多客户群在这边看，我们展会也给我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地方让大家去分享，这至少三个理由。对，好的，谢谢您，也预祝您在我们的此次展会当中参展成功，参展愉快，有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台湾芒果的展区，谢谢您。谢谢，谢谢。